你是人间乍暖还寒时候，你是悠悠太傅殿下，你给自己找个杀身之物。你是月色朦胧如同虚构，你是心事两重你放心吧，谁敢轻动。是殿下，你现在无权无势还没死啊，是一种确认性命的剧毒。谁能不在要反了吗？他若登上帝位，机会来。你在这儿，你想天下干什么？我也想。江山不